来了。哎，你看这口，我们抓那个大一点的口啊。咦，你看这口，哇，你看钓鱼们，看这口，这吧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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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嘴啊，你看，你看这口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哇，吃的这么香，看到没有？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。你看，你看，哇哇哇！你看这口，这口太漂亮了。你看，钓鱼们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中鱼！哎，看到没有？中鱼！哎呦，晚上还是拍的不怎么清哦。钓鱼们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是什么鱼啊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亮个相，看一下。下钩啊，正口啊，我们第一尾鱼啊，今天夜钓的视频啊，第一尾鱼啊，现在已经7:40了。钓鱼们，你看那个对面的那个晚霞呀，还没有完全下去，好漂亮啊。哎呦，哇，全没看到，哇，里边去，来了个顶漂啊！来了，来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呵，这一个小洞口啊！洞口啊，小小的洞口啊，停着不动了。哇，这个是个小鲤鱼啊，一口闷啊，你这个钩子啊，也不大、啊。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我去！这居然没中啊，兄弟们，刚刚那口打早了！哎呀，哎呀呀！哎呀，打早打早打早！哎，兄弟们，可惜了可惜了！哦呦，以后这种口不要打呀！来了来了来了，中中，哎呦哦哦，可以哦，这条还可以哦，我们来钓一条收竿鱼啊、哦，再尾鱼，再尾鱼我们要钓上来，我们就收，哎是什么鱼？看一下，看一下看一下啊，好吧，钓友们，今天晚上的夜钓就这样了啊。一共钓了2个小时，钓了3尾鱼。好了，下次我们还是拍白天的视频吧，晚上这个拍视频的话还是不是很好啊，拍的也不怎么清。那鱼晚上是一样的放掉。好了，拜拜，钓友们，记得点个赞啊、哦。